杀手当起厨师会怎么样？做菜雕花一气呵成，甚至还能折一朵小花日子就这么过去一天。老胡看见日历上标记了一个地方，原来自己以前是演员。他跑去演戏，可想而知，他的演技很差。当犯人受不了，换成巡捕下手太重；当军人手脚不协调，大家都不喜欢他。另一边，小帅冒充他的身份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他发现老胡家里有一个密室。 里边有很多武器，墙上还贴着一些照片和资料，全是关于那个小宋的。于是他决定去找小宋，刚好碰到小宋被跟踪，他带着女生跑到车里。与此同时，老胡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他决定一定要学会演戏，于是他开始各种练习。终于在一次动作戏里，老胡的动作非常专业，导演让他演男二，结果这一部剧火了。小帅那边经过他不懈努力，成功让美女放下戒心，他们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然后抱在一起。 然而事情会那么容易吗？一天，老胡家里电话响了起来，小帅唯唯诺诺,诺地接起来，想听听对面说什么。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就提起小宋，然后就想和小帅在两天后见面。见面后，小帅了解到老胡是一个杀手，黑帮让他杀小宋，小帅非常生气。老胡这边在火了以后被男主嫉妒，他让导演把老胡写死，但是导演不愿意，他觉得老胡很关键，于是他在男主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老胡写活了。 还让他上位绿了男主，一瞬间这一部剧爆火，老胡成为了大明星。小帅知道真相以后，想带着小宋跑路，不然老胡记忆恢复，他就会有危险。这一切都被雇佣人看见，他叫小弟找人把两人都杀死。老胡这边和小敏一家出去游玩，在回来途中下起了暴雨，这一场景和老胡当初杀人时一样，老胡全都想了起来。原来他是一个杀手。他回到家里，发现已经被人洗劫一空。他来到密室。 看见手机上的消息和录像，了解了所有事情。原来，是小帅趁他失忆和他互换了身份，只是小帅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后果。老胡根据行车记录仪找到了小帅的位置，开门就给小帅一脚，然后问小宋：“不是说让你不要乱跑吗？”小帅不明所以，抱着老胡的腿，让小宋快跑。但小宋却比较平静，他说：“你还要我等你多长时间？”老胡说：“出了点意外，现在事情被小帅搅和，变得更严重了。”韩国第一的商。